哦，你一直有互动，我很烦呢。从手牌堆中选择一张攻击牌呢？735，可以用这个吗？玩玩看。好诶、欸，造成12点伤害，给予虚弱效果，造成20点伤害。强化，像这个欸，哇！我的妈呀！煎饼攻击，造成10点伤害，抽2张牌。然后嘞，6点，5点，哇！我没有算好，我气死了，我起司蛋糕了。获得7点格挡等级，哎，这加过的耶。当你造成格挡，造成你，哎，造成你当前格挡值的伤害。哦，我格挡多少打多少啊？每消耗一张卡片获得3点格挡，感觉这游戏是格挡游戏，不是杀人游戏。受到攻击时获得3点格挡，每触发一次你获得格挡日啊！在干嘛？欸，不是啊，不是说消耗一张牌获得3点格挡啊？货去哪里了？货源价，货源价，我找找什么？早安啊，早早早早哦，这个早哦，
手牌只有攻击的时候才能打出。这种次数的是什么意思啊？有些是不是会有那个、哦？难道说有些是不修陀螺？你的回合没有手牌，抽一张卡。难道后面会有那种可以挡几次的那种吗？的效果吗？有两层异伤。八点，六点，隔档。35什么？魔法什么？这菜刀是什么意思啊？无法打出虚无。我被剁死啦！菜刀太大把了吧？这是干嘛啦吼？去死啊！再来玩事件，哇！怎么又是你们两个？12扣2点。加力量，真菌兽。
看来死去了。早啊！屁啦，一直加十三。获得三格档。哇，还回血！哇，这怎么打？我看一下哦，造成真伤零去八次。挡一下，然后两次攻击九，这个结束回合，你可以再过分一点，怎么可以这么过分？告诉我。三十五不行欸，会死呢。欸，赢了欸。你不是没有喝？好，等一下来喝喝看。然后又离开这里，没得买，离开。我们来休息，前进。再过西，再过西里，敌人失去法定格挡，那我会格挡两次吗？像这样子，哎呦哎，可以哎，那三七二十一，二十一加这个，三十五无敌血，好，再来是。五三十五，哦，白痴哦，怎么突然多一张卡片啊？那这是要想。格挡哦，不需要。十点这个留下来。我的被动，我的什么被动啊？我还是搞不懂欸。刚玩哪一个被动？这个吗？Sorry， 我还在慢慢摸，到底什么被动？哦，当你手牌没手牌，哦，是指这个意思哦。哇，了解，感谢。啊，看。选错，我是刚想要中间那个，哇，看来是又该睡觉了。哎呦，该死了吧我，不可能还在活着吧？
不可能让一个新手活这么久吧？打击格挡七。不对，易伤，然后加这个，那再加小啊，哈哈，没了，啊，还有2层易伤，我的天，没用到，6点，10、12、9，结束回合。哎。哎，哎，失去2点力量，格挡好低哦。Tell me why？被劈死啦！好大力哟、干嘛啦？攻击提升三，攻击瞬间只要25%。哦，我丢，拿这张干嘛？我拿这张要干嘛？啊！虽然我知道这时候就要防御，可是我没有东西可以防御。有没有得防御啊？6点格挡，2点易伤，6点。哦，我又丢错顺序，看台的应该会气死吧，你们。你们息怒，那就看看就好。一个新手在欧北丢牌。造成四点，算一下哦，这样子2点2点，会笑不会气，就他毁，有加攻击力，哎 欸，这一定死了吧？这不可能活了啊！75、24，不可能啦！123。45、12、4，这最好能活啦，活不了了啦，差一点点，死去，谢谢各位，我差一点点赢，功亏一篑，好啦，我尽力了，剩余解锁五，什么意思？继
序，会主选单。哎呦，这中有第二只角色，傻眼呢、欸，怎么这么好玩？没有了。啊，这个每日程能干嘛？不能干嘛吧？不能干嘛就不玩喽。我记得这个是剧毒瘤嘛，对不对？那时候看。好，玩玩看。刚刚零号的那个，他是说有攻，没有攻击牌才行啊。接下来三残障咒的敌人将只有一个生命。这个啊，刚刚零号的他介绍是说要有要没有攻击牌才行，所以我刚刚也很懊恼。哇，好多卡哦，好开心哦，好多选择哦，格挡。我好俗辣哦。